你好，这是表扬我是吧？其实我又解锁了几个新技能，土耳其烤肉啊，你吃过吗？那你自己会做吗？我觉得做饭方面我好像有天赋。这是我小时候的吗？我长得是不是像特别会打篮球的样子？再不演就来不及了，再熬两年真来不及了。怎么才能演上？这代沟也太大了，这都谁呀、啊？你是不是也选这个？你选哪个？哦，这不是拼音吗？这哪是英文呢？那都别出门了，那还出啥都回家吧。樱桃小丸子吗？他家是买鞭炮的吗？他爸不是上班的吗？是嘻嘻哈哈吧？嘻嘻哈哈，嘻嘻哈，你不要唬我。亚拉索，这不那歌吗？给我整不会了，我现在特别后悔，非常后悔。